那我也可以称重。哇！我们来量体重，所以你的 bag 很重，82.8。那几公分是什么鬼？你的 size 未定，这是身高。我们看一下，测不出 size。size 是什么鬼？我们这拿的 pad， 拿的 bag。46.9。我得得量。90。穿鞋子了，是屌丝。我们是在量体重的，我们都是在量重，拿全身重量。相机啊，我比弟弟还轻哦、喔。对啊，我以为我袋子超重哎、欸。你想太多了。嘿，飙车时间。不要进去过。喂，把音啦。天哪，那你自己用我的，正好自己洗手啊，因为很脏。洗手的在后面，不用啊，我不是还要买烟吗？哦。